棒，我领了两个加油棒，给你一个加油棒。好，谢谢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早安呢、啊。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:45左右，然后今天外面下大雨，好久没有下雨了，应该说好久没有早上上学的时候下雨，我们运气都很好，所以啊，彤彤今天穿着他的新雨鞋要上学，有没有好开心？新的哦，而且是，耶，而且是什么的？是蝙蝠侠的雨鞋，这边有蝙蝠标志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嗯，那是因为我喜欢超级英。对，应该是第一次吧，彤彤，今天是第一次穿雨鞋上学吧？对吼，今天是第一次哦，第一次，所以我们把它记录下来，很珍贵。好，这个是放本来塞在鞋子里面的东西啦，我们先放着。是加油吧。好，回来再那个。那我刚刚跟彤彤在讨论一个问题，是要不要带普通的鞋？彤彤觉得还是要带一下，对不对？这样如果后来下午没下雨的话，你要做室外活动可能会比较方便齁。但是有人做室外活动有时候也是这样。也是穿雨鞋做吗？对。好吧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照这个雨量来看，我看一下齁。照这个雨量啊，我觉得就算它雨停了。看一下。雨真的蛮大的，然后天空都是云，没有蓝天也没有太阳。我是觉得啦，照这个雨量来看，就算雨停了，它的地板也不会那么快就干，所以应该都会穿雨鞋就好了啦。哦，那就这样子啦，那就这样子出门吧。哦，那今天就走路咯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走路上学，要拿雨伞。对，爸爸的伞在这。好，我穿一下鞋子。你书包还没背耶，你先背书包。你书包还没背。我兴奋到书包都乱。对啊，而且明天就放假。我来，我们来。啊，我灯都还没关，我鞋子都穿好了的。我也是。忘东忘西的，来，我先关灯。那、你帮我拿雨伞好了，反正你很想拿，是不是？那我可以撑地板吗？可以撑地板啊，那、不要一直拖着地板。哎，今天下雨，路上啊。瓜牛。对，今天下雨路上一定有很多瓜牛，我们去看看能不能拍到瓜牛。好，走吧。好黑。等一下，我先开灯。等一下，彤彤，你的领子帮你顺好，这里来，这边压住。好，好嘞。那你调整一下。好。来了，电梯来了。我们搬到桃园之后，最大的好处就是很少下雨。跟以前住基隆比起来，桃园是基隆是每天都会下。对啊，这也是我们当初想要搬到桃园的原因，其中一个原因啊，就是还有上学很近，还有上学很近，下雨。上学很近，跟下雨是有关系的。对啊，好像有点天气有点变凉了。你这样会不会冷？要不要穿外套啊？不用，不用。外面好像有点凉了。你看，雨下很大吗？其实好像还好，还是要撑一下，还是要撑一下。有感觉到了。等一下哦，彤彤，那你牵着我的裤子好了，可以吗？因为我记得有粉丝朋友问我们说过，我们平常不是骑脚踏车上学吗？如果下雨天怎么办？下雨天我就说下雨天就是走路散步啊，雨中漫步过去，一起撑伞，因为学校很近啊。那今天就带大家跟我们一起散步去上学咯。我们慢慢散步哦，小孩就跟在我旁边。我们顺便看看路上有没有瓜牛。我们家这边呢，沿路上有下雨的时候，因为这边种了很多的树嘛，旁边有
这个绿化做得蛮好的，所以很容易有瓜牛跑出来。早安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他读幼稚园了。对，读幼稚园了。我们去上学了。我们朋友一起看路上有没有瓜牛。我记得之前有看过那种大很大只的，然后也有很可爱的小只的，都有看过。还有看过踩点的。哦，对。我们顺便记录一下，我看看我们这样走路到学校需要多少时间，因为有录影下来的话就会显示时间。我们就是正常的走15分钟啦。我不知道要不要那么久，有可能不用哦。我们之前我那个15分钟都是用体感的，就是用感受的嘛，所以啊用体感的其实不太准，体感有时候会有误差。我们今天直接用录影的，录影最准，到时候看录了多少时间就知道走了多久。应该都有撑到吧。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瓜牛。前面有一条街就是瓜牛，有机会哦。我们也在这边看过，这边的草皮，这边的这个小树的旁边，有时候很多土瓜牛都会跑出来。我们来看看有没有。它怎么可能跳下来？它害羞。那它害羞的。刚刚相机好像有点宕机，不过好像没事。刚刚在草丛里看到一只瓜牛，但是它只是树叶而已。树叶而已哈，今天没看到。我们可以在土里面观察，也可以的。如果你有看到的话，你就叫我，我就拍给你看。还是给你拿好了，我还可以牵你的手，你那只手是空的，对不对？手给你拿，相机给你拿，要不要？好，接下来换我儿子拿相机喽。这样我还可以跟你手牵手，你一只手可以拿吗？可以哈。如果拿了累了，拿不住了就跟我说，好不好？就换我。因为我没有办法看地板有没有瓜牛。哦，好，那还是我拿吗？好，那你专心看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哦，还是我拿。哎，那你继续牵着我好了。哇，今天这样子好像没有了。这一条路上是最容易出现瓜牛的，这条没有了，机会就不大了。还是瓜牛也会冬眠？我不知道，瓜牛会冬眠吗？等一下红绿灯，这边上班时间车很多，可以了，走吧。呱呱，会不会我们没看到蜗牛，反而还看到青蛙？青蛙哦。我们上学的路上好像没看过青蛙吧？你有看过吗？上学的路上没有。没有啊。如果你看到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拍下来。好了，这边暂时没有雨，我们走到走廊了。好多人在买早餐。我们已经吃过了。我们在家里。对，我们都是在家吃早餐。早餐店里。真的吗？在哪里有鹦鹉？你看。在哪里？哦，真的耶，有人带鹦鹉来买早餐，好酷哦。好吧。好酷哦。好酷啊。
爷爷也有养。对，爷爷猪也有养，还会学人讲话，因为我要学人讲话。对。比如说要不要骑摩托车？你就说要不要骑摩托车？对啊。他就会学人、啊。对。哦，风好大。哇，雨伞拿斜一点。雨下好大。雨伞我拿斜的。我们快要走到有走廊的地方了。有，这里。好，可以等一下，这边要等一分钟。你帮我拿一下。别想了。不用，我到这边来好了。风好大。吓死我了。对，风好大、啊。我们到那个柱子这边来。我们本来有一把透明伞。那到柱子这边来。我们本来有一把透明伞，在基隆的时候被风吹坏了，所以就留在基隆的前沿。对。哦，风好大，躲在柱子后面都没风了，对不对？我出来感受一下，一出来也还好啦，风变小了，可以。哎呦，风好大，出来风好大，这个柱子是我们的防护罩。啊，风好大，对啊，还有16秒。九、八、七、六，好，准备，我们动斑马线，四、三。好，彤彤牵好爸爸衣服，我要拿伞，你拿爸爸衣服，可以了，可以带了，走。有吗？我有淋到雨吗？我有遮到你。我挡风。你是挡风哦。对。啊。加油，我们快到了，我们已经走了一半了，超过一半了。你也想知道走了几分钟吗？我也很想知道，回家再看。雨下好大，不怕水了，对，你今天穿的是雨鞋。再讲一下，你脚完袜子有湿吗？完全没湿，对不对？嗯。雨鞋保护了我。对啊。你看，一片蓝天。一片蓝天吗？一片云啊，完全没有露出蓝天，一片都是云，天气不是很好。不过已经很能憋了，前几天一直都是这样子，可是都没下雨，我们都还是骑车。今天是这一个礼拜以来第一次下雨大到我们没办法骑车，已经很好了，我觉得。有时候散步一下也很好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这样子漫步过去，好像慢慢要出门，真的要穿个小外套了，有点凉，我们一直打喷嚏了吼。夏天结束了，快要变秋天了。秋天就表示这一集快要过了。对，秋天，然后再来就是冬天。我们快到了，转弯过去就可以看到了。第一次穿雨鞋上学，哇，这边好亮哦。哪有路灯这么早就开了？这还没关吧？一整个晚上还没关。快到了，彤彤加油！第一次穿雨鞋上学的感觉是怎么样啊？感觉怎么样？
你的脚很干吗？干。脚都没有湿哈、哦，舒服吗？舒服，就只有那些下面的部分都被雪保护住了。对啊。很像防护罩的感觉、啊。很像防护罩的感觉。很像脚有一个防护罩的感觉。脚都没有湿哈、哦。其实好像这边好像雨变小了，我可以先不遮了。哎，快走到雨也快停了，还是有点毛，我可以跟你牵手一下，要不然今天都没牵到手。爸爸不是有说爸爸的梦想是什么？其中一个梦想，你记不记得？爸爸其中一个梦想是什么？牵手。对，每天跟你牵手，对不对？每天跟你手牵手，今天也有牵到，不管是上学啊、买东西，每天都跟你手牵手。牵到你不想牵我为止。我会不想牵。你不会不想牵、啊。我也不会不想牵。我一直都很想牵。所以一辈子都很想牵。快到了、啊。老师在前面迎接你了。啊，有汽车会。对啊，而且今天还是走路呢，今天没有骑车。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，今天他第一次穿雨鞋上学，所以帮他拍下来，好看，帮他拍下来，蝙蝠侠的雨鞋哦，很好看，很帅耶，好，超帅，而且又找到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超棒啊！好、啊 okay ，去吧，去吧，爸爸拜拜，好了，拜拜，下午见喽，拜拜，回家再告诉我你第几个到，嗯，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下午见，好，老师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结果啊，走到学校雨也停了。不过今天这样子还也不错啦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彤彤。早上起床没有赖床，然后开开心心的走路，一起走路上学，也是不错的。好啦，影片就这样子啦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拜拜。